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男女分享。第一对是我们的佳明，还有我们的慧瑜，第二对是我们的富敏，还有静怡。今天也特地呢盛装打扮呢来担任这个神圣的前导工作，为我们子玉还有妙修呢开启未来的幸福大道。也请各位嘉宾用我们的掌声来谢谢他们，为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开始。再一次，请各位嘉宾将的目光集中至会场的后方大门，让我们一同来期待我们今天帅气的男主角以及女主角呢步入会场。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男女主角。今天我们新人进场的呢是两位可爱的小花童，也象征着我们新人对纯真如水的爱情。而且接在后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子玉以及女主角妙修。今天也在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以及见证陪伴之下，步上人生一段崭新美好的旅程。也请各位嘉宾用的掌声陪伴我们新人步上我们的幸福礼台。各位嘉宾的祝福呢，我们新人也正式的来到礼台上接受所有嘉宾的祝福。当然今天各位嘉宾不是带来满满的祝福，还要为两人永恒的爱情做见证。接下来就要在各位嘉宾的见证之下，新人要进行交换信物的结婚仪式。请我们的子玉还有妙秋，我们先行面对面，那请你们美丽的伴娘我们递上我们的信物，请两人一同取下我们的结婚信物。首先要先请我们的新郎子玉为我们的妙秋戴上结婚戒指，也象征着永志不渝的承诺。而接下来也要请我们的新娘妙秋为我们的新郎子玉戴上结婚信物，在未来也要紧紧地套牢另外一半的心。现在两人也一同售出这个结婚信物，让在场的所有嘉宾可以见证属于两人幸福甜蜜的时刻。